阿美，阮只有规定万来罚三罐咯，嘿，嘿，阮注意规定个啦，讲万来拢罚三罐。谢谢哈，来直接哈，嘛感谢呢，咱家己吼，龙时家己家己大龙时，大家拢用得来热情，很贴心，特别来个咱参母呢，恭祝咱少林桥超富千岁，哈，超富万岁，哈，圣诞千秋，所以讲举办呢，咱一万间这个平安喜，以及呢咱平安餐，来个扣下新闻，得下新奇，嘛来感谢呢，咱今日主办单位，伊就呢咱的主委以及咱的副主委，啊，跟咱这种委员。众信徒哦，诚心来听呢，特别来甲咱叩谢新闻。而且呢，咱嘛祈求呢，神通广大，神威显赫，咱的雷震神会当时常施工。年年暑假来保庇呢，咱的请出董事长，以及呢，咱的新人新书，大家会当家家户户喜气达财万事兴，不过亲上保平安，福如东海来甲寿南山哦。来讲讲经济，咱今麦今日直播安排了非常之精彩哦。啊，先生呢，还袂开恩进进呢，咪依照惯例，介绍这边辛苦白英强。伊就咱北团探视哦，咱阿弟是来进行这位来自呢咱的本尊，咱阿弟摩浪电脑爵士大乐队。谢谢，来感谢呢，咱阿弟阿兵哦，辛苦的 DJ 老师，来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香玲，而且呢嘛非常荣幸，甲大家来共对接轻松愉快，咱的夜安眠。徐先生来个介绍，咱头一位青春活泼又娇美的四个妞，来邀请我们的曼君小姐，这首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嘉宾。哎，谢宇轩的哈，哎，来，继续是咱谢宇轩的新歌《爱情的路口》，来到顶来给咱欣赏哦。嘿嘿，I'm not afraid to die.
看起来阿静的路口，谢谢你不欠欣赏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这破阿声拍好你的吼，我嘛同款来不离我，甲好朋友说一下感谢。好的，谢谢你不欠的破阿声，人讲破阿这大声，这好你叹气，叹到拢满厝听，谢谢。谢谢，来赶紧。